优麦传送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AA 2019年5月2日13点52分联合报记者柯一如及时报道拿来喝的素牌针。微秀影城与霹雳布袋戏合作，搭配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在影城上映，独家贩售霹雳宇宙第一男主角素牌针 Q 萌饮料杯，采用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的造型，包括素牌针的头发、连冠、发簪，服装细节精致，照片曝光后引起讨论。素牌针饮料杯正面背面都相当精巧，如微秀影城提供分享 Facebook 霹雳布袋戏新作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，是霹雳国际耗资 2.5 亿彩电影规格拍摄的作品，便是1990年经典剧集霹雳艺术的重启新作。该作品奠定了第一男主角素牌针在华人观众心目中重要地位。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透过影城放映，让剧迷享受到高质感大荧幕观影体验。素牌针饮料杯为限量发售，图微秀影城提供分享 Facebook 素牌针饮料杯正面背面都相当精巧，图微秀影城提供分享 Facebook 特别打造的素牌针造型饮料杯，配合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上映期间贩售。电影套餐将于05035在全台微秀影城上市，内容包括一个素牌针造型饮料杯加一个中份爆米花加二杯中杯饮料，售价新台币499元，限量发售卖完为止，想收藏的戏迷不要错过了。贩售情况以影城现场实际公布为准，活动内容可上微秀影城脸书查询。素牌针饮料杯为限量发售，图微秀影城提供分享 Facebook 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套餐499元，图微秀影城提供分享 Facebook 来自布洛克阿兹会。